而信心非常足，我相信我的音乐会是最强的。获得第三名的是吴亦凡，吴亦凡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。这是你们最亲的东西，这种风格的音乐啊，都是可以的。那这点我已经做到了 ，OK， 那就当然也是有遗憾的，票比你们少吧，但是我跟你们说，我准啊，在这里。我爱你，你是我的主。